这一锅，这一小锅啦，这生意蛮好的，我们进去吃吃看吧。那这一小锅的里面内部装潢还蛮特别的哦，所以还蛮期待进去看它的料理好不好吃。哎，这家生意超好了，要先排队啊。我简单看一下 menu 吧。他第一个要选汤底，有原味大骨汤，还有石头锅、起司奶香，还有这个是马奶。他这是主餐，有梅花猪、培根、无骨鸡，还有鲷鱼、蛤蟆，还有雪花牛、比利猪等等。那这些都是单点的部分呢、啊。那提供大家参考一下，这是海鲜单点，副餐冬粉王子面、鸡丝面都有，还有一些火锅料理。那手上拿超级飞侠多多啊，起来了，哈哈，不想见光啊。好，那这边有副饮料双麒麟，那有婴儿推车的话放在那边，但运气好的话，推车可以当座位来放。好特别哦，好多糖果。这是里面的用餐环境。我们的火锅汤底来了，这个是大骨锅、牛奶锅，还有石头锅。石头锅，那我们的蔬食都来了。小婉肚子饿了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是鸡腿肉肉。那这个是低脂的鸡肉肉，那这个是梅花猪肉，要准备开锅咯。它的牛奶锅只提供一壶牛奶给你加汤的。想吃饭饭对不对？这是它佐料的部分，孩子就是喜欢吃白饭。哦，怎么咳嗽啊？还笑呢？在啊，赞美你还给我咳嗽，真的好笑。那你把筷子，你把筷子放好，要做什么、啊？好，爸爸范力帮你拿起来。啊，喝饮料，要学大人。也要喝那苹果汁。这么开心呢 啊！慢慢吃哈，慢慢吃，耶、yeah, ，开心呐、啊！这就是刚刚讲到牛奶锅，其实它有麻辣啦，所以就是牛奶麻辣锅，还有加一片起司，起司已经加进去了。好啦，那你专心吃饭饭好吗？好了，我们用餐结束了，马上准备回家。其实我们在外面吃东西的话，如果说还不错吃的话，我们是不会特别去说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以上简单分享啦，拜拜。